地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明大交汇大融合地带。淬炼出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诗经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陕北冬雪的漫长给土壤储备了丰富的水分。宋代寇准诗言，春风千里动，雨塞雪方休。陕北人又说，下雪就是下粮食，下白面就是雪兆丰年。在这块令人心醉神迷的土地上，人们悲壮的生存与劳动，粮食的收获异常艰辛，这些都给了陕北人最传统的中国人对自然和神灵的依赖。一年一熟，生长期长的旱地庄稼耐饱营养。米汁如汁，正是道出了米脂县出产的小米不但营养丰富，在古代就是弥足珍贵的宫廷贡品。我们民族记忆深处最难抹掉的是粮食奇缺造成的饥饿。从明代李自成造反到民国十八年华北大旱，饥饿威胁着万般无奈的陕北人走西口。1942年河南大蝗灾，这是一段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年月。饥饿耗尽了多少人生命最后的一滴血，一代代人们流传着对饥饿的恐怖记忆。珍惜每一粒粮食，正是对生命的敬畏。黄米干饭熬酸菜，人人见了人人爱。在西北战场上，我军为诱敌北进，即猛扣榆林城。当时供应数万野战军的粮食需要，就成为陕北人民的严重任务。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陕北大军云集。那时候陕北人很穷，也要给革命人吃喷香的小米。老娘，挖野菜呢。而自己吞糠咽菜。电影《沙家店粮站》就是表现了陕北的小米养育了革命。
星罗棋布的粮站、粮库、粮仓应运而生。靖边县龙州粮站、横山党岔粮站、嘉县坑镇粮站、米脂江氏庄园粮已经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活，对今天的人来说已经是很陌生的词汇。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启动之后，粮食告别了计划经济供给时代，迎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2004年，国家出台政策，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历经沧桑的榆林粮食部门终于驶入市场经济的大海，告别了计划经济时代，迎来了粮食部门的第二个春天。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升级，榆林粮食人审时度势，搏击市场大潮，以粮食的采购、调控、储藏、加工、销售等基础工作为点，以整合有效资源优势为面，以榆林小杂粮发展为线，一场榆林粮食战线的绿色革命悄然打响。测设施对每一粒粮食、每一袋产品精心监测、科学规范，全力推动农林牧产业的调整和升级，使榆林小杂粮打上绿色健康标志，以健康养生、绿色食品为路线，走向陕北，走向当人们吃腻了大鱼大肉时，发现陕北人吃的杂粮与饮食习惯才是最符合现代人健康。荞面河老羊心汤，死死活活相跟上。
那些走出家乡的榆林人，走出海外的陕北人，唱着陕北民歌，品着故乡的杂粮美食和米酒，一解乡愁。山美水美人更美，杂粮粗粮显神威。榆林人用小杂粮创造出更有地方特色的小吃。梓州县的果馅月饼，绥德的油旋黑粉碗托，嘉县的马蹄酥挂面，衡山的杂面粽子黄馍馍敏捷，靖边的剁荞面，定边的芦馍馍麻花，榆林的摊黄，吴铺的空心挂面，绥德的黄馍馍登上了央视《舌尖上的中国》。榆林粮食局发挥五大功能，持续创新，发现更多的粮食之美，常怀融入自然，创造绚烂的粮食风景，续写着新时代粮食传奇。榆林粮食局每年按国家政策，从全国各地调动数以百万吨的粮食，满足着榆林360万人口一日三餐丰富的餐桌需求，并且将充足的粮油供应给地方军工站，保障了国防用粮。榆林市国有粮食企业利润总额和利润率近年来一直在陕西省位居前列。今天物质极大的丰富，人们似乎淡忘了昨天的苦难和粮食的记忆。据有关数据显示，在我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多达2000多亿。然而粮食的珍贵，在粮食人心中知道劳动者的艰辛。春种秋收，每一粒粮食来之不易，储粮、爱粮、惜粮，宁洒千滴汗，不丢一粒粮。榆林粮食人仍在孜孜不倦、一心一意地坚守，没有放弃，以防万一思维应变。通过进工厂、进社区、进军营、进学校、进农村，一系列活动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榆林的粮食人执行放心工程，这是一份光荣的使命，不辜负政府的愿望。这是一项伟大的善事，必将惠及千家万户，让百姓放心，让政府满意，让企业盈利，让员工受益。为了国家的粮食安全，以天下为己任，他们付出了多少辛苦，多少劳累，为榆林百姓提供放心粮油全覆盖工程，把苦涩藏在心中，操了多少心，费了多少精力。他们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他们仍然坚持对粮食行业的信仰。正是他们默默无闻的奉献，才有我们的生命；正是有他们无怨无悔的劳作，才有我们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要守住管好天下粮仓，要以实现中国梦的高度构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粮食局是粮食经营和管理的主体，是国家之命脉。今天的陕北，大漠绿洲，塞上江南，十年退耕蔚然成林，满目青山。工业反哺农业吹响了进军号，主题型农业蓬勃兴起，迈开雄健的步伐。粮食人，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